welcome back to my food rock channel。你好啊，我是 Edmund 昌少，大家好嘛。OK， 差唔多接近年尾啦，都好多嗰啲节日啦、聚会啊、饭局啊、end of dinner 啊，差唔多搞下搞下又到咗我哋嘅华人新年啦。咁我都可以介绍唔同嘅中餐馆，因为我系几中意叫菜食饭啊嘛。咁今日介紹一間叫做至上飯店啦，喺 Sweet Darling 嗰度。都今日約咗幾個朋友嚟食客飯，咁我介紹呢一間至上飯店啦。有時嚟到 Sweet Darling 係咪真係好艱難揾位？係咪我建議嚟 Pai Pinik 嗰度有 free 讓個小時嘅北京啦。OK， 今日就介紹一間至上飯店先 ，Let's go。今天就是約下啲我哋啲舊朋友啦。其實我隔離嗰個係我老師嚟嘅，師尊老師嚟嘅。啊，依個就係舊版我哋一九九九，一九九年的照片我就九九九年我有咧。我也是有啊，依個就係隔離村嘅同學啦。OK OK， 就 order 啦，我哋 order， 我問一餐想要吃什麼？你再看。你啊，嗰人有咩好介紹 ？OK， 依度招牌咧，依個香鍋魚啦，香鍋魚多人食嘅，石斑就甜啲，因為海魚。入面有鹹菜啊、白蘿蔔、白豆腐，就等下青龍菜。OK， 就 OK， 就整呢個魚啦。有啲中餐館係咪？你係經過有時都唔起眼，你唔要特登走去食嘅。我包括我都係啦。咁我老師講呢度真係可以過嚟，呢度真係可以推薦俾大家。所以我都係不斷嘅揾下都唔同嘅中餐館嚟食下飯。我覺得係酸辣、酸辣、酸甜。係，試下個湯先。先拿起來。呢個嘅辣度係舒服嘅，佢唔係講辣到真係得個辣字冇層次嗰種啊，這個可以啊，這個。哇，这个下雨天吃这个是已经是包晒标啊！嗯，我喜欢这个。老细，做咩你嘅同其他嘅佛钵同其他嘅唔一样嘅？有时真食得出嘅喎。我哋佛钵自己做嘅，唔系嗰种过埋，因为好多其实出边都系过埋。咁样我哋嘅佛钵咧，一个礼拜做两拜嘅，所以第一保持个新鲜啦，第二咧就坚持用真系好多嘅食物去做个佛钵。因為你食得出啊，因為出邊嗰啲真係，你係食中間嘅料，你出邊都冇咩相去掂。呢個佛鵝係真係自己好真材實料啦，可以講。我哋都想過萬嘅，所以變翻我哋之前用嗰一把係咪真係過唔到自己個關啊？所以我哋師傅就自己堅持用翻自己砌，本來都係過萬嘅，係拉尾啊，打布力打痕啊。哇！我覺得真係～叫嗰幾樣嘢，以為食唔曬，但係食下食下，大家都係好過癮啊！真係我覺得我哋叫呢幾樣啦，就係水野長不了水的風土，啲面去先是一定是字啦，然後魚窩啦，然後鬼豆啊、鬼豆、腳骨、一隻骨，可能怪物很多了，可能我沒有太過特別，所以我但是這個字是我會過年過節，這個我一定會定了，這個預定了，這個很喜歡這個。喂，好特別咯！佢個汁，加上你係用菜鹽雞，啊，可能係用鹽雞，所以我現在要吃很少單碳水化合物。拌面那些都盡量少。你而食的今天這餐，今天會吃多一點，而食的拌面。但我以為係食唔曬啊。但俾睇下，而家我哋食到差唔多七七八八嘅。不過殺不完了，這個是今天的 MVP， 我的 MVP 就是呢個菜鹽雞。系啦，啊一食唔停啊！依個嗰只魚，真嘅，酸甜酸啊酸酸地咁樣好飲。你中意咩？呢個咩鬼豆啊？魚。啊，切咗又係，你又係啊？有啊，三比一咯！依個我第二名啦，依個嘢。嚟。食曬個鬼豆，佛鵝食曬咯，鬼豆食曬咯，鬼豆。啊，今日太大條咗依個一隻骨。OK， 今日我哋私聊之後請啦，大概係食咗370啦，平均係一個人都唔到100，但係食嘅嘢真係好高質素，所以尤其是後屘我中意嗰個生鍋魚啦，佢嘅嗰只菜鹽雞真係一定要試下。所以過年過節真係唔使煮啦，連30萬係應該有開嘅。所以其實有兩間啦，一間舊鋪，仲有新鋪嚟食開，食咗嘢仲可以食下甜品咁樣。OK， 所以呢個就係今日食嘅午餐啦。OK， 我嚟。
OK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。OK， 继续关注我昌少 Vlog， 更加多美食，拜拜。